绝影飞瞳厉害的啊，绝影飞瞳很厉害，就玩他绝影飞瞳。打一拳就打一拳吧。又是来的 Last 医生，下崔健，这不为什么不下小葫芦？下葫芦，小葫芦也能解。大家下小葫芦的话，我们是有点赚费的，这不能赚费。小店加剑雨加凤凰加矿工，小店剑雨凤凰矿工墓碑，每晚多久直播？你新观众每晚7点钟左右。崔健哥还是死掉了呀。出来了，
被他给拆出来了。我操！拆杯数，这肯定9000杯啊！在习惯了就都一样，主要是得看习惯。死他死他又是他，还是那个天狗。哇，这凤凰电不到啊。我去，这个飞龙，这个小骷髅没死啊！手啊，这个操，妈的又是这样子，掉这么多血，操，刚刚也是遇到这个人，第一波完全守不住啊。
不能吓死他。我操！操操操操操！妈的！哎呀，这一百血被给他打掉啊！这个侧面筒他看不出来，就给他打掉了。我对面这个卡，我们你针筒丢右边丢左边没有区别。什么血量啊，
哎呀，崔健下饭了，这不亏了满头费用，小心点。哦，靠，他的力气跟鬼一样。我去，这他喵的什么玩意儿？妈的，有剑雨加飞机啊，这把得非常打得非常好才能赢。他前面肯定要顶皮卡了，剑雨飞机狂暴电斗加小骷髅很难打。我操，完了呀！公爵没保住，太他妈难打了，操！还是什么？Thank you.
哎呦，哎！大哥，别卡呀！好，就是女皇加矿工啊，是一点点也不要啊。哎呀，我去，怎么突然这么卡呀？哎呀，你这开个德的技能啊！我操！狗逼狙击我是吧？
三张了，他再下一张就有猪了。难受啊，他这个女皇擒的我。我操，被看出来了。操，左边掉太多了，打不进去了呀，还他妈这么卡。完输了，打对面还是能打进去的，前期的排序不好，不好守他的猪啊，所以掉了很多血。所以这一把有点卡，前期不好守他的猪。哇，前期没有他妈加农炮，没有他妈加农炮怎么守猪啊？一张两张，下了两张牌没有加农炮，这怎么守？
掉那么多血，本来我们不会掉血的前期，不掉血的话前期打对面很好打。